各位观众朋友您好，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鼓节目。我们都知道慈济文化跟修持是佛教救世利人的三大要务，这三者呢应该环环相扣，不能有所偏废。如果有所偏差会产生哪些现象呢？我们现在就恭请圣严法师就这三大任务的重要性来为我们做开示。这三种多好啊，多需要啊，不能够偏废。但是同一个人要做三样全部都做啊，这也是不容易的事。同一个团体要把三个任务全部担起来是比较困难的，但也不是说做不到。但是我们整体的佛教来讲，我们在这个三个方向应该是平均发展，分工合作，各做各的，但是呢成果是啊相同，集合起来的话就是整体的一个佛教，对社会的贡献，对人类的贡献才是啊一个佛教的功能。我们现在讲慈济，也就是慈善救济事宜。慈善救济事宜本身呢范围是可大可小的，可低可高的。这个慈济本身是六度里头的布施行，因此布施呢可以有财布施，有法布施。财布施呢就是物质的救济，救济人的病和贫穷和灾难。但是用佛法来布施的话呢，救济人的呀心的苦难，心的烦恼。所以慈济就是慈悲救济，慈善救济，可以大可以小。小的基础的就是物质的，用啊财力的，用金钱的，或者是用我们的劳力的来帮助啊他人渡过难关，这个叫做慈悲或者是慈善的救济事宜。至于教育呢，我在上一个单元里边讲到是非常重要的，教育是为了培养人才，如果不培养人才那我们是没有办法的。教育里头包括是文化在里头的，文化的工作是啊只有受了教育的人才能够做文化工作的。如果没有文化工作，我们没有办法来啊推动或传播。一个是我们现在平面的传播，一个是啊就是立体的传播。所以立体的传播就时间上一直往后传。那么在横向的呢，我们在这个时代向四方八面呢各处啊去传播，这个是要通过教育与文化才能达成的任务。我们如果没有教育文化事业的话，佛法谁都不知道。所以我们今天的出版业在佛教的书里边呢受到社会的肯定，也社会的欢迎，这是由人来写的，由人来做的。如果佛教没有人才，那这些事业这些功能就产生不起来了。那至于修行呢，佛教就是讲要修行的，修行的范围层次也是可大可小，可广可窄，可高可低的。最大的修行就是广义的修行呢，是指的一切行都是修行。正如禅宗所说的，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一举一动你做任何事都叫修行。一个是啊修的福德行，一个是修的智慧行，一个是修的定行，有的修的戒行，有的修的布施行，这都是修行。凡是修福修慧成长智慧福德的全部都在修行。但是所谓狭义的修行呢，就是比较啊这个叫做专门的，有的是专门这个
整年的打坐，几年之间都在念佛，或者是呢，有的人背生死观呢，这个一生一世都在官房里头念佛，都在官房里打坐参禅，像这样子的一种修行法。还有的人呢，修行的时候啊，是不仅仅是单独的一个人，而且呢，跟人间不来往。这到此为止，他跟人间呢不相来往啊，他自己修的什么程度，跟人家完全没有关系。像这样子的修行，现在还有这种人。那么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之中的所谓修行，大概就是老僧入定，大概是在山里边呢就念佛，或者是到庙里去拜忏，或者是在庙里边去啊跟着一起打坐，这叫做修行。这是狭义的。还是这狭义的修行要不要？要。如果没有这种修行的基础，我们这个信仰啊不会踏实，不会啊恳切。修行之后，我们的精神上的一种升华的提炼，和啊在修行过程之中的对宗教经验的啊一种体会，才能够产生这个不变的、决定的、坚固的这个信心。那还有呢，悲怨心都要从啊这个这样子的修行之中出现的。所以这三种都很重要。不过如果仅仅是做狭义的慈善事宜，那就是变成了一般的社会救济，那不是佛教。如果仅仅是修行这个狭义的修行，那就是变成了逃避现实、厌离世间、自私自了的自私人、自私者或者自了汉。这不是啊大乘佛法的精神，也不是啊根本佛教的这个精神。所以我们呢这个三种啊不可以偏，但是呢可以啊选择一种。如果能力强的、能力大的，我们最好呢你这个团体这个三种通通做。如果能力差一点的呢，那你选择其一，但是不要啊选择一种而是否定他种。我们呢也其他的选择其中的一种，对其他的两种附带的也要做。这是一个是为主，另外呢其他的为附陪衬，这样子的话是不会偏废，那么对于我们的人间呢才是正常的一种奉献。